再一次收看会计资讯系统教学节目，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同学一起探讨的是第十三讲次，主题是资料库设计与应用。这个讲次呢，我们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我们要来带各位同学啊、呃，说明一下怎么样规划、设计、操作跟维护资料库。第二个呢，我们要用呃实际的例子来介绍。 啊，资料库的一个设计过程啊，怎么样进行编码跟操作？第三个重点是我们要探讨啊，资料库对于啊会计资询系统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就来先看第一个重点，在讲到资料库的规划啊设计，还有后续的操作呢，大概分成几个主要的阶段。首先呢，我们要进行的是初步的规划，在呃。 进行资料库的正式设计之前，我们必须要呃先先决定它的可行性，也就是要进行可行性的分析。那可行性主要是了解资料库的这个设计呢，就呃成本效益上来讲啊，是不是值得做？也就是资料库所能够产生的效益呢，是不是可以呃大于它的成本？那也要看看技术上可不可行，时间上可不可行，还有在我们的这个。 经费预算上可不可行？这是在啊、呃、初步规划的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是我们要做需求分析。所谓的需求分析呢，基本上就是要了解啊、呃、使用者到底有什么样的资讯需求。 就是呃，整个资讯系统最最后的目的，就是要产生使用者所需要的资讯。所以我们要先了解啊，使用者对于我们的资料库啊所产生出来的资讯有什么样呃特别的要求？譬如说呃，它的形式啦，它的种类啦，是要出现什么样的报表？要多久啊、呃、产生一次？这都是我们要了解使用者资讯需求的一些呃比较重要的这个项目啊。那 另外一个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就是，我们要了解呃我们的硬体啊跟软体方面有哪些啊、呃、初步的需求。所谓的硬体软体方面的初步需求，主要指的是呃我们要建建构的资料库，想要服务啊、呃、相当多的使用者，那我们要确定啊、呃、它的资料库在硬体方面的这个规格，譬如说它的处理器。 啊，它的记忆体啊，还有呃其他相关的这个硬体设备呢，在速度上啊，在处理的容量上，是不是能够应付这么多的使用者啊？比如说呃，最近啊、呃、政府所所这个进行的呃，我们讲房屋的那个实家登录，那他在做规划的阶段呢，可能是低估了啊使用者的这个需求，或者同时间使用者会呃到那个网站来查看。 啊，资料的这个人数，它出估可能有点保守，以至于呢，呃，内政部在它的呃，就是房屋啊，房地产的实价登录网站一上线以后呢，呃，没多久就因为使用者同时登录的人数太多，以至于这個网站不堪负荷就宕机了。所以呢，我们当然不希望我们呃企业所设计的资料库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因此，硬体方面啊，就是呃伺服器啦。 乃至于你的网络的频宽各方面呢，都是属于啊硬体你应该配备的。那软体方面的需求，主要是指我们要什么样使用什么样的资料库。譬如说，这个资料库软体是要满足呃个别使用者的，还是满足啊、呃、一大群使用者？那你使用的资料库软体也会有所不同啊、哦。这是在需求分析的阶段，我们要先了解我们对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要求。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就是要实际上进行设计。 那设计阶段最主要是要去确立我们资料库的呃观念模型啊、哦。那观念性的资料模型主要就是谈到说，诶、欸，整个企业在建构资料库的时候，它整个呃资料表哈、哦、之间。 会有什么样的关系？我要建构哪一些资料表才能够满足啊、呃、使用者的资讯需求？那所谓的呃关联性架构，基本上就是针对啊、呃、企业整个资料库的架构啊来建，把它把它做一个呃有效的连结好，那一般实务上可能会用呃我们叫做 E R d i a g 个体关系图。 来描述呃不同的个体之间他们怎么样互相连接，这也就是我们讲关联式资料一个最大的特征。所以我们要确定说我们会有哪些资料表，这个资料表之间怎么样连接，怎么样互动，才能够满足我们啊关联式资料库运作方面的需要。那其次呢，我们要知道这个逻辑资料模型。所谓逻辑资料模型，就是呃要把使用者的这个需需求啊，转化成为他的一个逻辑观点。 那根据这样一个逻辑观点呢，呃，可以作为我们后续在呃做资料库查询的设计方面的一个重要依据。那第三个呢，是要建立所谓的啊、呃、实体资料模型。所谓的实体资料模型就，就指的就是啊、呃、我们的资料库里面这些资料项目，实际上要怎么样来放在我们的储存媒介上面，也就会谈到所谓的资料结构。 啊，譬如说，一个资料表里面会有哪几个呃栏位啊，或者叫做我们叫做属性？那这些属性呢，呃，他们的资料形态是什么？长度多长？那他们的一个先后关系是什么？譬如说，每一个资料表呃，它。 必须要定一个主要键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属性，那这些要把它集合在一起，那要决定它存放的方式，这叫做实体资料模型。当然，呃，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就是在设计的资料库的过程当中，我们通常也会同时建立一个资料词典啊，英文叫做 data dictionary。资料词典呢，呃，就是把资料库里面所包含的资料表里面啊、呃，几乎是所有的栏位啊。 都要把它汇整在这个词典里面，呃，去交代说你有哪些资料项目，它的名称是什么，形态是什么，长度是什么，会在什么样的呃资料表里面用到，会在什么样的输出的报表里面用到，提供这这类型的这个资讯，甚至包含呃哪些人是啊、呃、不同资料项目的授权使用者，都会在资料表里面去交代。 所以，呃，对于整个资料表后续的使用跟维护，资料词典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在下一个阶段呢，是进行呃所谓的出所谓的呃编码啊跟施行。那编码指的是资料库实际的架构，要在呃适适当的资料库软体里面来加以呃设计啊，把它定位。那施行呢，是要资料库的这个完整内容啊。 把它建构起来。比如说，我们设计好资料表以后呢，必须要把实际的资料啊，把它输入到呃资料表里面，才能够进行后续资料库的操作、查询跟应用。那另外一个就是、呃、要去测试跟安装这个新的资料库系统。那测试安装的意思是说，要确保啊资、呃、料库的运作是很正常，呃，该能够呃使用的功能都能够正常的运作。 那这些呃测试大概大致上就绪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行使用者的训练啊。那使用者的训练指的是你要呃帮助使用者去了解这资料库怎么操作，呃，可以有哪些功能，呃，这些功能要怎么样去启动它啊、哦？这个都是让使使用者去熟悉啊、哦、整个资料库使用的过程。 那在在下一个阶段就是呃，实际上的操作跟维护。那实际上操作维护呢，指的是你要呃，资料库必须要维持它的正常运作。通常会有一个资料库管理师啊，英文说简称叫 DBA。那他会去确认啊，资、呃、料库的运作是不是合乎他原来的预期，还会去评估啊，资、呃、料库系统的呃绩效好不好，还有评估使用者的满意度啊，这些都是在资料库的这个建构当中所必须要经过的过程。 所以，我们利用呃下面这个呃图表呢，来为各位同学做一个简单的呃复习，好、哦、跟整理。各位同学可以看到，这是资料库设计跟操作的流程。我们刚才提到有初步规划、需求分析、设计、编码啊、施、哦、行，还有操作跟维护，好、哦，大概有这六个主要的阶段。那各位同学应该注意到的是，呃，这假如资料库有碰到呃大幅修改啊。哦 或者是开发新资块资料库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可能又会从最下面的操作维护呢，再回到初步规划的阶段啊。至于呃这里有个大项里面的这个细部工作，我们刚才已经跟各位同学说明过，我们就不再重复。好，我们休息一下。 各位同学，继续收看我们这个讲次。接下来的重点是要跟各位同学介绍资料库编码跟操作。我们呃，接着下来会用 Microsoft Access 啊、呃、为例子，说明关联式资料库的编码跟操作。我们就来呃，带各位同学来看一下一个小型资料库它的设计啊过程。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在我们的呃画面上有。 一个简单的销货的资料库，在这个资料库里面呢，有三个资料表，一个是存货资料表，第二个是客户资料表，第三个是销货发票资料表。我们就用销货发票资料表来说明啊，在 s q 资料库里面资料表的设计一些重要的观念。我们把这个资料表打开啊，我目前已经输入三笔相关的资料，它包含有。 销发票编号、日期、业务员、客户编号、存货编号、数量，还有金额啊这几个栏位。那我们要设计资料表的时候呢，要先进入设计检视。当然，这个是我们已经啊事先输入好的。但是各位同学可以注意到呢，在发票编号这个资料表，它的左边啊有一个小小的钥匙。 那这小钥匙就代表它是我们资料表里面的主要件啊。我们是利用这样一个呃栏位来区分呃销货发票资料表里面不同的记录。那此外呢，我们可以看到有日期、业务员、客户编号跟存货编号、数量、金额等栏位。那我们针对栏位呢，要定义它的资料类类型。譬如说啊，就数量来讲啊，它是一个数字的资料形态。 输入资料形态的意思是说，我们将来要做数学上的运算，而金额栏位呢，我们会定义它为货币的资料形态。当然，我们还会有其他的资料形态可以选择，所以各位同学可以按照这个箭头有下拉的选单，你就可以决定它适合的资料形态。那另外一个观念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在发票编号这个资料表里面呢，在它的下半部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简单的一般的这个呃选单。 呈现的项目，其中一个重要的就是在索引这个选项下面，我们要选呃主要键是一个索引栏位，而且呢主要键必须要符合它的数值不可以重复的这个要求啊，所以我们这边要选不可重复。相对的呢，在这个资料表呃的栏位里面，客户编号跟存货编号这两个栏位是属于在客户资料表跟存货资料表的主要键，因此呢。 它在销售发票资料表里面是属于外来件啊，英文叫 foreign key，因此它也是一个索引栏位，但是呢，它的值是可以重复的。所以我们来看到画面的下面呢，索引这边我们选择的是可重复啊，所以这个呃索引栏位是可以选可重复跟不可重复。那一旦它是外来件，我们就要选择它可重复。什么叫做可重复呢？意思就是说，同一个客户在某一段期间，他。 有可能会出现在销货发票资料表里面两次以上，所以我们会看到它的编号呢重复出现，因此我们要选择可重复。同样的道理啊、呃，同一张发呃不同的发票上面也可以，也可能会出现不同呃相同的这个存货编号，因此它在销货发票资料表里面也是属于啊、呃、可以重复的啊、哦、这种资料值，这是属于啊、呃、资料表的一个定义啊。哦 那资料表定义完毕以后呢，呃，我们总共有三个资料表，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要定义资料库的关联图。那我们在工具这边选资料库的关联图，就可以看到在画面上啊、哦，有三个资料表。那其中客户资料表在最左边，中间是销售发票资料表，右边是存货资料表。那各位同学可以注意到呢，这三个资料表之间有两条连接线。 其中呢，呃，客户资料表的主要件客户编号会连到销发票的客户编号栏位。那在客户编号资料客户资料表的客户编号这个栏位啊，写个一啊，然后在客销发票的客户编号这边写一个无限大，代表一对多啊，就是主要件对外来件的关系，通常就被定义成为一对多。那同样的情况也可以看到右边的啊、呃，存货的主要件存货编号栏会连到。 交货发票的这个存货编号，也，他们关系也是一对多啊，这种就是主要键对外来键。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连接呢？因为我们将来要做资料的一个查询啊，或者是更新的时候，必须要透过这样一个连接啊，来确保呃、啊、相关的资料表之间的资料能够呃被同时的呃列入查询的一个筛选过程当中啊，这就是资料库关联图。 那当然，我们看完资料库关联图以后呢，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资料库里面，我们必须要呃做查询的设计，才能够满足啊使用者的这个资讯需求。那我们事先设计好了两个查询，一个是个别存货项目的销售金额查询，一个是业务员的销售金额的查询。那我们来简单的用个别存货项目的销售金额查询来说明它的设计过程。我们点选进去啊，这是我们查询的结果。 呃，是九零零一这个、这个存货，它的这个品名是彩色电视，那它销售金额的合计是十五万块钱。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设计检视，选择设计检视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画面上可以看到，我们选了两个资料表啊，也就是说我们按。 这边按右键呢，我们就可以去呃决定说，我到底要选啊、呃、哪些资料表到我们的呃资料库里面啊、哦？那我们这边呃并没有，我们已经事先选好，我们不做选取的动作。因此呢，各位可以看到，存货资料表要连到销发资料表，才能够告诉我们呃，我們卖的这个存货是什么样的品名，还有它的单价是多少。那利用这个单价再乘上数量，就可以得到我们的销售总金额。因此呢，各位同学可以看到，我们下面。 下半部这边有四个栏位啊，四个栏位呢都是由上面的资料表拉下来的。譬如说，呃，存货编号是存货这个资料表拉下来的，那在这边的这个呃金额的总计里面，是从销货发票的总计这边啊、哦、做计算。那各位同学注意到，在显示这边打勾的，表示我们查询的结果要显示这三个栏位啊、哦、得到的这个数值。 那第四个栏位呢？我们下面写准则，写九零零一，就表示我们要查询的是这个存货编号是九零零一，它的一个呃销货的情况。那根据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我们查询设计按一个惊叹号，就是执行这边，那它就会产生呃我们要的结果啊。这就是所谓的资料库的查询跟设计啊一个大概的过程。所以我们利用刚才呃 Access 这样的一个。 呃，例子呢跟各位同学大致上说明了。呃，在做资料库的设计的时候呢，呃，必须要有几个步骤。第一个，先决定我们要有几个资料表，那就要定义资料表。所以定义资料表要决定有哪一些栏位啊、哦，它的名称是什么，它的资料形态是什么。接着，下我们要决定哪一个栏位当主要件，那它会不会有外来件？所谓的外来件就是呃，其他资料表的主要件。我们把它呃，在我们的资料表放一个来做。 对应做连接，方便资料库后续的一个更新啊，或者是查询啊。那整个资料表定义完定义的过程当中，主要键必须要定义为索引栏位，而且呢，它的值是不能重复的。但是外来键呢，就定义成为资料值可以重复的这个索引栏位。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进行这个资料库的资料表要做。 呃，连接，那这我们把它叫做资料库关联图啊，所以你要把这个相关的资料库啊拉线，然后来决定他们的对应关系。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去做实际的查询设计，来满足啊使用者的呃资讯的这个需求啊，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基本的了解。好，我们休息一下。 好，接着下来呢，我们跟各位同学说明啊、呃，整个资料库对于资讯系统的影响啊。那在呃上一个讲座我们曾经说过，为什么我们需要呃设计资料库，主要就是在传统的资料处理环境之下，通常是啊、呃，应用程式跟档案之间有很密切的对应关系，那这会造成呃资料重复存放啊，会造成呃所谓的更新上。 有没有办法同步更新会造成资料的不一致，又占储存空间，所以这不不是一个最有效的资料的应用方式。因此，大家就想出来说：那我可不可以把资料做适当的整合而建构资料库？那这个资料库，我们刚才介绍的是关联式资料库，英文叫 relational database，它擅长的是在处理呃表格的形式、资料表的形式啊，那可以让资料表非常弹性的来做连接，所以它可以表现啊相当。 相当复杂的一些资料表之间的关系。不过，资料表最主要存放的是数字、文字的资料。那我们现在呃，也常常需要存放一些多媒体的资料，譬如说影音啊，或者是图像的这些资料。而且，我们也希望能够表达比较复杂的这种层级上的关系。所以，近年来就有所谓的物件导向的资料库。那什么叫物件导向资料库呢？它基本上啊，就是要把呃所谓的资料表。 当做一个物件的概念，那这个物件之间有它的层级啊。譬如说，呃，各位同学修过会计学的课程，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体会，就是在我们的呃会计科目里面呢，最上面一层叫做类别，就是有资产负债权益。那资产下面我们会按分出性级别，叫做流动资产啦、啊，呃，固定资产。 那流动资产下面会有现金，所以就变成三个不同的层次。那物件导向资料库就希望能够透过资料库去表现这三个不同层级它们之间的从属关系。所以物件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啊，它就是可以表达这种复杂的阶层关系，而且可以啊由上面一层。 的属性呢，被下面的来加以继承，那方法也可以继承，这叫物件导向资料库它的一个主要的特点。所以，透过物件导向资料库呢，我们就可以啊去设计特定的物件，然后经过适当的测试以后，这样的物件呢可以被啊轻易的复制，然后可以应用在啊整个资料库的操作当中。譬如说，我们只要建立应收账款的物件。 那我们只要有一百个客户呢，每一个客户的应收账款明细账都可以当作一个物件，一百客户就有一百个应收账款明细账的物件，方便我们做一些操作。那物件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物件里面会包含资料跟方法，就是资料值也在里面。那怎么样去使用这些资料的方法，也会被定义在物件里面，所以物件相对独立啊，也可以被重复使用，让整个资料库的运作可以更有弹性。那么呃，可以。 呈现我们刚才讲的更复杂的关系，所以呃，让资料库的设计呢，呃，它可以呈现更多样的面貌啊。这是呃所谓的资料库对于会计咨询系统所可能产生的影响的第一个重点。那第二个重点是呃，整个布际的啊，传统布际城市可能会被简化啊。有人主张说，呃，所谓的资料库呢，呃，现在慢慢可以啊、呃。 代替我们传统的部记程序，譬如说，美国有一位这个学者叫做 McCarthy 啊、哦，他是在密西根州立大学任教的一位啊相当有名的结合呃咨询科技跟会计的学者。那他提出一个模型啊，叫做 REA，R 就是所谓的呃 resource，那一、e、是 event，A 是 agent，REA 啊就是所谓的呃资源啊事件跟所谓代理人。 啊，REA 这样的一个模型，那他主张呢，我们可以利用 REA 这样的模型去呈现啊，会计所要求的这种双式簿记的啊检查啊确认的这种功能。所以呢，呃，假如我们活用呃 McCarthy 所建议的 REA 这样的模型呢，我们啊基本上就可以呃透过资料库有效的去捕捉呃企业交易发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所产生的财务跟非财务的资讯，那透过这样的一个 RE、a、模型呢，所见过的资料库就可以表彰我们呃所强调的一些会计上的控制或者是内部控制的一些要求。哦，这是呃 m c c a r t h y 先生所提出来的这个 RE、a、模型。那在近年来呢，也有一些学者研究说，哎，我是不是可以用 RE、a、模型来呃套用到资料库的设计？ 那后来也有人主张说，哎、欸，那是不是我们在以后的讲智慧提到的呃 ERP 系统，企业资源规划系统，也可以跟 R e 做适当的结合？所以啊、呃，按照这一这一派学者的讲法，就认为说，以后的资料库的呃设计呢，其实可以慢慢取代传统的簿记程序啊，也就是说，我们平常所做的借贷的分录呢，其实在 R e 模型之下的资料库呢，就不是那么重要的啊，所以传统布局程序可以啊相当程度的被简化，这是这一派学者的一个主张。那第三个是呃会计职能的提升啊，会计职能的提升最主要强调的是呃我们资料库的设计呢，呃我们前面讲过，会计人员假如啊有一定的呃 IT 方面的知识，他对资料库的一些观念有基本的了解，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呃去。 去聊去参与呃整个过程啊、哦，说诶、欸，那是不是我们的资料库里面呐、啊？呃，会计人员可以参与我们前面讲过的呃整个企业啊观念观念性的这个架构它的建构，来告诉跟 IT 人员来讨论说诶、欸，我们的这个整个。 资料库里面要包含哪些资料表？这些资料表之间要怎么样连接啊？才能够符合啊企业的这个资讯需求？不但能够产生对外的财务报告，也可以呃提供内部使用的各种管理报表。那这时候就要同时纳入呃所谓的财务跟非财务的资讯。这是呃会计人员可以扮演一个这一这方面的角色，就是帮忙呃资料库的设计的过程。那当然呃，假如资料库建构良好。 那这时候，资料库就可以提供很多啊财、呃、务、非财务的资讯，来满足呃管理、管理者这个决策的需求。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在呃前面的讲次提过，呃现在慢慢的企业强调要用平衡积分卡的观念，所以在平衡积分卡里面呢，有四个构面，那其中一个构面是财务构面，但是其他三个构面呢，包含呃客户，包含。 呃，所谓的内部流程包含学习、成长与创新。那这三个非财务过面里面的这些数据呢，都要在你交易或呃事项发生的过程当中呢，就要立即捕捉相关的资讯，放到资料库里面。所以，会计人员只要对于啊、呃、平衡积分卡或是企业的这个绩效衡量方面啊、呃、有一定的呃功能，或者是有比较深入的了解，那就可以协助啊这个呃资料库的。 设计人员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把平衡积分卡所要求的这些资料，跟后来应该产生的一些绩效指标，能够融到资料库的资料表跟查询设计里面，甚至呃，城市设计师也可以针对啊、呃，定期必须要产生的啊、呃，决策用的报表呢，也可以写成应用程式。那会计员在这方面可以扮演非常积极的角色。那第三个层次当然是会计员应该要积极的跟。 呃，资料库的设计人员沟通，让他可以帮助会计人员产生各种有助于呃进行企业经营分析的各种呃报表，让会计人员可以透过适当的查询，就可以得到啊得到这个呃对管理阶层有用的这些经营数据的结果，然后提供呃具体的一些改善建议，帮助呃管理者来做好。 企业的经营跟管理，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会诊。就是会会计人员可以去帮忙做呃资料库的设计，可以去帮忙呃确认资料库是,不是包含有关的这个资料哈，然后也可以利用资料库呢来产生一些经营分析所可以啊采用的设这个资讯。那资料库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把很多资料整合啊，不管是母公司或子公司的，透过。 啊，整合性的这个资料库架构呢，其实要产生呃整个企业经营分析的资料，呃，不会有太大的困难，甚至可以灵活弹性的应用。因此呢，我们今天为各位同学大致上整理的呃资料库设计跟应用的三个重点啊、哦，我们首先介绍说，诶它会包含六个主要的阶段啊。其次，我们用。 呃，Microsoft 的 Access 为例子，说明啊，资料表的设计啦，资料库关联图的建立啦，还有各项查询的设计跟实际上的执行。当然，呃，第三个我们是讨论到说，诶，资料库对于呃会计制讯系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包含我们用物件导向的资料库啦，呃，所谓的呃，部际程序的简化，还有呃，会计职能。 可以借由资料库来加以提升。那经过这样的说明呢，呃，各位同学应该有比较具体的了解。那我们要再强调一次，呃，对于会计人来讲啊，资料库的一些啊基本概念，还有资料库设计跟运用过程的一些重要步骤跟做法，会计人应该有基本的认识，这样才可以在企业建构资料。 库的过程当中扮演比较正面啊积极的角色，这样可以得到啊公司管理阶层的重视，这样我们会计职能才能够有效的提升啊，这是我们呃各跟各位同学的期许。下一个讲次我们会跟各位同学一起来探讨资料通讯系统，欢迎各位同学到时候准时收看，再见。